那我开始喽。好，同学，欢迎你们今天就是无论是线上或者是实体来参与的我们的分享会。那其实国际处已经很久没有办实体的分享会了，对，那所以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可以踊跃的参与实体。那我们这段时间其实有收集了一些姐妹校的小礼物，所以呢，等一下如果同学你们有一些问题，如果你们有发问，这实体的同学才有办法获得这些，就是一些小小纪念品啊，对，就是西班牙姐妹校啊，土耳其姐妹校，还有那个韩国姐妹校的，还有那个罗马尼亚姐妹校，他们就是在这段期间，我们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交流，那他们都有寄一些小礼品过来。对，那其实我们就是当做一个小礼物，就是送给同学当做小小纪念品，比如说是那个什么便利贴啊、笔记本之类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会有一个流程的介绍，就是我这边会先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就是目前有一些同学有哪些可以去海外，无论是交换、实习或者是志工的机会，或者是你可以怎么申请奖学金之类的，所以大概会花半小时时间来做介绍。接下来呢，2:30开始到3:30中间会有一个海外演说的分享。那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还有蛮多学长姐，因为他们都是大四出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很久毕业了，所以就是今天可以参与的就是有一位他会以线下的形式跟大家直播去分享。那其他的话呢，我们就来看影片这样子。那中间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你们都可以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回答。如果你们会后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寄信到国际处。到时候如果你们想要询问一下学长姐他们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可以转知这样子。对，然后最后会有一个15分钟的 Q&A 时间。好，那接下来这边就是简报的大纲，就是我刚刚有说的，就是我们会介绍一下我们国际处目前的状态，还有呢，同学有哪些出国的机会。那最大的一个同学最多就是关心的就是可以拿到什么奖学金，哪些奖学金可以出去。对，然后最主要是教育部的学海系列奖学金，再来就是你要怎么申请，还有一些你要怎么申请去台湾研修的一个流程。好，那首先这个是国际处的组织架构图。对，然后我们的国际长就是目前是财经系的主任啊，那个财经系的教授张中卓国际长。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这边是国际事务组。对，我们的组长是专餐系的蔡老师。对，然后我们国务组的话有三个成员，就是我是那个居里，然后乔云，对，然后还有一个韩军，他是专门照顾外国学生的。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你们有任何的海外研修的问题，都是询问我或者是乔云这样子。对，那我相信其实在这段期间，因为我们现在是学海的第二阶段的奖学金申请，所以你们有一些同学其实陆续都之前就有已经寄信询问过一些问题。这边等一下我等一下会跟大家强调，就是说请大家可以先上国际处的网站去看一些讯息，如果你们有看了很认真研究之后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再来问国际处。对，那因为我们的业务还蛮忙的，不是只有负责学生交换，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跟姐妹校国际合作之间的一个交流的部分需要去做，然后还有包含一些外宾接待的事情，还有一些合约的审阅，所以没有办法一分一秒都每次都在看同学的讯息，然后回答你们的问题。对，所以请他们务必先做作业之后再来询问。好，然后如果你们是对去陆港澳交换的，那可能就要询问我们的隔壁组，就是侨教及大陆事务组。好，那目前呢，学校我们其实有3项同学可以有机会出去海外交换的部分。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海外研修。对，那申请时间分为春季及秋季。那现在的同学通常你们申请的话，就是明年春季班要出去，也就是我们俗称我们在台湾是第二学期要出去的。对，那同学就是基本上你们要在前一个学期提出申请，然后我们国际处网页上面有一个姐妹校的截止的时间，那就是我们需要在那个截止时间之前把同学提名出去，那所以你们需要在那个时间之前去
做出一个申请，我们才能够面试，然后看你们的状况如何，然后再把你们提名给姐妹校这样子。对，那同学你们基本上可以最少要出去一个学期，那最多的话只能去一年，然后千万不可以超过365天，就是最多就是365天刚刚好这样子。对，然后如果你们同学家里是经济还 OK 的话，你们可以选择要自费出去。对，那自费的话你就可以不用申请奖学金一些比较繁杂的手续，你就可以直接跟我们申请之后，我们面试完之后 OK 的话，我们就会把你们提名给姐妹校。但是大部分的同学我们都会想要就是有一些经费的补助奖学金，那其实等一下这边就会介绍一下有蛮多的机会大家可以去申请。对，就是有教育部的，还有 UMAP 或者是其他，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本也有那个日本的协会的奖学金这样子。好，那第二个是海外志工的部分呢，海外志工的话基本上会是各个系所而定，所以往年的话如果在疫情之前通常像是国比系啊、社工系啊，或者是一些东南亚系比较特定的一些系所，你们很多很想要出去当国际志工的，你们也可以跟学校提出申请，但是这个的部分是由校内的来补助。那你们可以先找到一位指导老师，然后几个同学一起揪团，你们想要去某个国家，你们就可以写这个计划书，然后请这个指导老师带你们去。对，那这个就是通常就是有校内补助，或者是大家可以去申请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计划。那现在疫情逐渐趋缓的话，像过去这两年教育部青发署其实他们也是因为疫情所以没有补助经费。对，但是应该是明年开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申请这样子。好，那海外实习的部分呢就要看每个系所，因为像有些系所你们是有规定是一定要有实习的学分，那所以可能你们在暑期或者是大四的时候都会需要出去实习。那这个实习计划的话就有分两个，就是教育部的学海逐梦或者新南向学海逐梦。那教育部的这个部分的补助只针对一个台湾的学生，对，那如果是外籍学生的话呢可以申请校内的补助。对，然后新南向学海逐梦的计划是指到东南亚国家去实习。那这个部分的话呢目前为止大部分很多像尤其是管院的学生你们都可以去提出申请。对，那比较要注意的是像是所有教育部学海的系列，比如说你今天已经拿了你的学海逐梦的去实习了，那你就不能够去出国研修，但是还拿学海飞扬的奖学金。只要是教育部的这个学海系列你就只能择一个申请这样子。对，但是如果你去实习你拿了逐梦奖学金，但是你想要自费去海外研修那也是可以的，如果你自己的生涯规划是 OK 的，那学校也当然是很鼓励同学出去。好，那现在我就是比较详细的介绍教育部学海的补助的部分，有分为就是我刚刚说的学海飞扬。学海飞扬奖学金基本上它就是给一般的我们台湾的学生，对，只要你符合资格，然后你的学业成绩基本上在我们学校的话，你是要最少你要可以拿到奖学金的门槛，你要在你的班排名前50%。对，最少最少，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门槛，因为像其他学校很多都是，比如说你要在前30%，或者是校排名要是很前面的，但我们学校就是目前是至少你要前50%。对，然后还有我们会看你的，比如说是你的英文成绩，对，那但是如果你能够拿到英文检定的成绩越高，你可能你的积分就会越高，那你的班排名如果越高，你的积分也会越高，相较这样子的话你拿到的奖学金的金额也会越高。对，然后学海习助的话是给那个清寒补助的，就是比如说你们家你想出国，但是家境没有很好，有中低收入户的证明的话，他要填的资料会比较多，但是就是可以拿到补助，相较比如说学海飞扬的同学就是会可以多蛮多的，可能大概是1倍的价格。对，那我们学海飞扬的补助的金额大概是落在最低是6万，你可以真正拿到6万，最高是30万，但是那个30万
基本上目前我们学校没有拿到那么多，我们最多目前同学是拿到的补助是介于6万到20出头万中间，对，所以就是看每个同学的那个成绩而定，还有当年就是申请的人数的多寡，所以过去这两年因为申请的同学比较少，所以他们拿到的补助就会比较多。好，然后呢，像习助的话，可能拿到的都会比较多，就是大概30-40万左右，但是也是看同学写的读书计划跟一些你们的内容而定，但是教育部直接核定的。好，那学海逐梦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去实习的。对，那新南向学海逐梦，新南向就是去东南亚国家。那这个部分，如果你们觉得有兴趣，就可以询问你们系上的老师可不可以申请这样子。也很鼓励同学，你们可以有一个想法。像去年国民系就有同学，他自己去找了一所爱沙尼亚的学校的一个机构，然后请老师去帮忙签个约之后，他就去实习了。所以如果同学有兴趣的，想要自己去尝试看看的，那可能也可以试试看。对，好，那这个很要注意，刚刚有说过，同一个修业阶段，你们可能只能就是择一个领取。那这些如果等一下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对，好，那接下来这个是海外的研修的一些奖助学金，刚刚有说的就是教育部的学海系列的部分。对，然后再来就是校内补助，那校内补助的话，我们是针对给侨生跟外生的部分。那因为侨外生他们有些来，他们也想要出去第三个国家交换，那所以我们就会把他们的申请一起列入在我们跟台湾同学一起比序他们，但是他们的经费是从校内的经费来支出的。好，那接下来就是一个 UMAP 的奖学金。那 UMAP 的奖学金是因为我们有加入这个计划里面，所以呢每一年我们可以就是一个学期可以有2位同学申请。那这个部分的话呢，目前还没有，过去有曾有几位学生申请，你可以申请到的是去一个比如说你可以去不是我们姐妹校的学校交换，那对方其实你只要登录系统，然后做一个申请的动作，对，就可以比较容易，然后比较人家对方会告诉你一些步骤，你就可以达到就是去那边的目的，然后你也可以不用就是自己去找。比如说因为像有些同学，如果我们姐妹校很少，就是没有那么多，你想要去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学校，就是没有在清单里面的学校，你也可以自己去申请。但是所有的一些那个叫流程跟手续都是你自己要去处理的，那可能也需要负担对方的学杂费。对，那姐妹校的部分我们是不需要负担的。然后像 UMAP 奖学金也是，就是你可以只要付暨大这边的学杂费，然后去一个不是姐妹校的学校交换。那这个的部分也是大家也可以参考，因为这两年比较没有同学申请，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部分，他们除了有给留学生之外，他们也有给短期研修的那个学生的一个补助。对，但是他这个就是你们要自己去申请。对，就是我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给大家，然后每年他就要如果有甄选的时候，我们都会公告。对，那最后是一个其他个别公告的奖助学金，那就是如果我们这边有收到任何的单位啊，或者一些外交协会，或者是一些什么姐妹校，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奖学金的讯息发布的时候，我们都会公告在国际处的网页，所以同学都可以去那边偶尔就上去看一下，然后可能就会看到这个讯息，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申请这样子。好，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步骤是海外研修的流程哦。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有分就是自费的、公费。对，那就是其实这个流程主要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国际处的网站，就是它里面有写到，就是我们现在有公告一个姐妹校的研修的，就是提名的时间。对，那每个依照提名的时间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列一个同学校内申请的截止的时间，所以你要在校内申请截止时间之前，把这个你的申请的文件缴交到国际处。对，那我们就会安排面试之后，把你提名在
提名截止日之前把你提名给姐妹校，然后再做一些后续的流程这样子。对，那这个部分这个是自费，你就不用经过一个其他需要审核你的文件，或者是就是台序奖学金的笔序的会议之类的。对，那基本上因为同学校目前的态度是就是鼓励同学出去交换，那除非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是我们提名过去给姐妹校了，那姐妹校可能根据学生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学业成绩或者是英文成绩怎么样种种的，他们有可能会拒绝接受这位交换生。那同学就是也是要很注意，就是我们真的曾经有同学申请了某国的姐妹校，我们提名过去了，但是对方拒绝。对，所以千万不要很觉得说我今天被学校提名了我就一定会过去，好，就是都要抱着一个很小心谨慎的态度这样子。好，然后自费之前也是要就是要缴交一些资料，比如说家长同意书啊，还有要参加我们的申请说明会，还有其他约定旅行的事情这样子。那公费的话，这个公费其实是指就是你有，如果你有参加就是申请教育部学海的系列的部分。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也是要，如果你有就是拿到奖学金，就代表就是我们国际事务会有审查通过，然后你有获得这个提名的资格这样子。对，那所以就是有分这两个。那基本上其实下来我们像明年开始我们的学海飞扬就是教育部这个经费的话，我们只会开放明年初，不会再开放第二阶段了。所以同学就是你们如果还没有开始申请，只是未来预备要申请的话，就请注意就是一月初的国际处的公告。对，那通常的话截止日交到国际处来会是三月初。对，所以你们那时候就要注意，你们如果要明年出去明后年出去，但是你们要申请奖学金的话呢，建议你们可以在对最近就可以开始准备你的一些资料。然后大一的新生的话呢，可能你们就要明年再申请。对，因为其实我们建议就是因为要申请的话你需要再学至少一学期，一学期要回去看一下那个办法，有点忘了。好，所以要注意就是同学就是除了看那个资讯外，还要去看一下我们的办法，那在我们国际处的网页其实都有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流程是因为到像我刚刚说的，教育部会在十二月的时候发函给大，就是方案给学校，那我们一月初的时候会公告校内的讯息跟办法。对，那同学那时候就可以开始准备一些资料，然后把资料送到系所，那系所会审查完之后给院，然后院也会审查完之后会排名做一个笔序之后交给国际处。对，那这边就是这边有写就是受理申请这样子。那我们初审之后就是我们审核之后就是会可能有缺漏的我们就会通知补件。那同学在这个部分要注意，我们明年开始的那个办法会有一些微调的修改，会下放一些笔序的积分的比重在系所跟院，通常是院的部分会蛮重的，所以就是尤其是硕博班的学生。对，所以就是可能要注意你们在学校的任何的表现，或者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学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权利，就是会说哎，我觉得这位学生不适合送出去，那可能在你们那边都挡掉。对，像去年就有一个案例是我们知道有同学要送，他想要申请，但是他想要申请奖学金，但是他没有过院的那一关，没有送到我们这边来，因为院没有想要推荐他可以获得奖学金。对，所以基本上一层一层的把关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会很看重系所对同学的评价，当然还有看重每个院对同学的评价这样子。好，接下来就是在我们收到之后，我们就会把所有的案件就是送去教育部，然后就是到最后教育部我们会在三月底送件。对，然后教育部会在五月底才发函通知说，因为我们有哪些就是我们可以获得多少的补助。
对，那我们校内还需要开会，对，所以就基本上它那个时程会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同学你明年申请这个新的一季的112学年的那个教育部的系列的话，如果你是明年九月要出去，那个时程就会有一点，就是会比较赶一点，你会在六月底之前才拿到，确定你有没有拿到补助。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是申请去日本，因为像日本通常都会比较早出发，对，你可能就申请春季班出去，对。然后但是如果你是申请其他的学校，比如说是欧洲的学校，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其他韩国啊，他们会比较晚开学，对，所以就是在这段期间准备期间会比较长一点这样子。好，这就是这个部分，其实不用特别讲太多，因为到时候如果你们拿到奖学金之后去参加说明会，我们都会比较有多的一个解释这样子。好，那比较你们要注意的话是简章公告的时间会是在一月初的时间，你们可能就要留意一下校首页，还有处网，我们国际处的网页，然后还有我们会寄信给各位同学，对。然后呢，你们要填妥表，申请表之后交到系所，系所会整好会送到院，然后院会排序完之后，把就是你们他们要推荐的学生送到国际处这样子，对。那申请结果是每年的六月底，补助的金额的话，其实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的答案。因为我们只能说跟你说一个区间，就是疫情之前，因为学生申请的人数很多，所以他们最多 那段期间最高的补助可能是拿到十几万。但是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是我们获得补助的金额还是差不了多少，还是没有比较少，但是申请出去的同学也比较多，比较少比较少，所以他们竞争者比较少的时候，相较之下获得的补助的钱当然就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才会分两批，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往年都只有一次的公告，像今年就是因为钱还很多，所以我们才会分第二次公告到下礼拜才截止，对，这就是为什么这样子。所以同学拿到的金额我们没办法，我们就是要看每年同学的积分去，还有预算，还有拿到的补助这样子。好，然后这个是一个举例哦，2020，比如说我今年三月申请奖助金，我们可以申请当年度秋季班，或者是隔年度春季跟秋季班的奖助，就是你可以那个年度出去，那就表示，比如说你明年申请的话，你明年九月跟后年整年都可以出去，但是要在隔一年的10月31号之前出发这样子。好，那有一个要注意的话，如果同学你们真的有预算考量，如果你没有拿到补助就不要出国的话，请你千万不要申请当年度的秋季班，对，因为通常你拿到补助的时候，你其实在那之前你已经获得学校的提名了，因为我们补助是六月才公告嘛，但是通常如果你们要去秋季班的时候，我们在提名的时候应该是在五月之前就会把你们提名出去，对，那所以如果我们已经把你提名出去，但是如果你发现你没有拿到钱，你没有预算要出去，但是我们已经把你提名出去了，这个对姐妹校非常的不好意思，对，就可能就会造成一个我们之间的合作上的问题，对。好，那还有一个，因为是最近都是疫情，正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一些姐妹校他们是提供远端线上的课程，那如果你没有真的出国，你只是在台湾修你们线上课，那个这个部分也不能补助。好，那所以呢，你们提醒你们就是申请交换前要如何准备？那我们建议当然就是在座可能会有一些是一年级刚入学，对，然后呢，或者是你可能已经大二大三，那也没关系，对，就是至少我们建议可以提前一到两个学期，甚至更早做好事前准备。那其实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每位同学你们的积极的态度，就是态度有没有够积极。对，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同学他是在可能在高中就开始准备未来大学要出国交换，对，那可能他的那个态度就非常积极，
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同学真的做好非常万全的准备这样子。对，然后首先就是当然是外语能力是第一个，就是英语嘛。然后如果你是要去一些比较特别的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法国、德国什么的，西班牙，那些你在当地生活你需要当地的语言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加分的项目。那像在自评表里面有一个第二外语的选择，如果你的第二外语也是还不错的话，那个对你的自评表也是非常有加分的效果。那这个自评表你分数越高，你可以拿到学海飞扬奖学金的金额当然就越高。对，然后呢参加分享会，那当然就是比如说现在等一下你会听到一些学长姐他们的分享。那再来就是可以请教，就像你们系所你们很知道你们系上有哪些的学长姐他有出国过，就可以跟他们请教。然后呢还有就是申请的流程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可能上国际数的网站或者是来就是办公室找我们询问这样子。那首先还有就是找到适合或者是你想去的姐妹校，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建议同学千万不要就是走来国际处就说老师好，我想要询问有关于周换的讯息，然后我们问说同学请问你想去哪个国家，不知道没有想法。那你有对于特别想要哪个学校吗，不知道没有想法，我们就会请你先回去做好功课。对，就是首先你要先锁定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国家也好，然后呢你就会去想说你为什么想要去那个国家交换，然后为什么是那所学校。对，那我们的讯息其实在网站上都会写，都会有那个学校的网站，同学请自己上他们的校网站去看他们有哪些系所可以去交换。对，因为你们如果既然都要出去交换了，就必须要去做这些事情的一个工作的准备，才会让你们到当地的时候比较可以很比较快的适应当地的生活这样子。对，好，再来就是符合交换生的门槛，那你就要注意，因为像我同学的确会来询问说，哎，那个姐妹校交换他的语言门槛很模糊。对，因为有一些可能真的写说，哎，中级以上建议中级以上，但是就是如果你的语言门槛就是刚好到，你也可以提出申请。对，那有一些学校它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比较宽松，那你们就可以去申请那所学校试试看这样子。对，那有一些比较严格的学校，如果你觉得自己比较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门槛，那我们就可以换一所学校。对，好，最后一个是要研拟出国研究计划，那当然就是每个同学有自己的读书的个人规划还有生涯规划嘛。那我们其实是建议同学可以在大三出去，或者是大四可能去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那当然是强烈不建议大家为了出国交换而延毕啦。对对对，因为但是如果同学自己有自己的生涯规划，那我们就是给予尊重这样子。好，那注意就是奖助金和研究学校是分开申请的。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流程的，对，就是我们会跟公告，先看底下就是校内公告之后，就是我们有分，就是一月初跟九月初，就是有分春季班跟秋季班。那我们会随时公告，就是姐妹校他们的遴选的截止日这样子，对。然后我们会提名，像现在秋季班，我们现在明年的春季班，我们已经陆续在提名到姐妹校那边过去了，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春季班，像接下来我们提名过去之后，姐妹校他们就会慢慢的回复说，哎，学生 OK 可以过去，对，然后同学就是可以陆陆续续过去了这样子。好，目前这个是这个公告遴选提名然后认可的这个部分。然后当姐妹校接受我们的提名之后呢，同学就要开始陆续填一些资料，去做一个线上申请的动作这样子。对，然后再来是准备期。对，那所以基本上现在的话是下学期如果要去春季班交换的同学就已经他们如果有获提名我们也会通知他们，就会慢慢的开始准备一些资料然后准备出国。好，那返国之后呢，同学都会需要缴交一个心得报告书，还有他们也需要拍影片或者是出席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就可以结案。
好，那出国前同学就是，好，我们常常再三交代，好，就是如果获得提名推荐后啊，相关的申请，无论是线上或者是纸本，都是同学要跟姐妹校人员去主动联系的。对，我们提名过去之后，因为会包含你们的 email 所有的个人资讯，所以你们填好之后，寄给对方。有些是，当然是有些姐妹校是跟国际处的人员联系，但是是副本给学生。那这个部分呢，国际处就是会回复他们。但是如果大部分的是，其实是姐妹校会直接寄给同学。对，那所以就是同学就是要依据姐妹校的所需要的资料，然后按那个步骤去做这样子。好，所以都是要非常注意，就是大家各自的 email 这样子。好。还有就是第二点是各个国家跟不同姐妹校的要求的资料，还有住宿条件，或者是生活照顾，还有作业时程都很不一样。对，那所以就是同学，你们可以就是在申请过程如果任何问题，你们都是把它记下来，先记下来之后一次问完，不要就是一个问题一封信的这样问。对，大家就是承办人会很崩溃。就是再还就是有一个姐妹校特别注记，就是如果像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是我们这边提供资料的，他会直接寄信给我们，那这是副本给学生，那这个部分我们国际处这边会负责跟同学收集资料后寄给对方。好，然后最后一点很重要是，国际处不是留游学代办中心吗？对，所以就是也没有跟大家收费哦。如果大家觉得就是要做这些作业太困难了。那我们建议就是可能你在毕业之后可以去找留游学代办中心，就是请他们咨询，然后付一些费用，他们就可以帮你包办那个出国的部分。对，那国际处这边我们可以提供咨询，但是是需要请同学自行先上做功课。那现在其实 Google 非常的方便，你可以就是打一下那个学校的资讯，或者是学校其实每个姐妹校他们的网页都有，可以就是点上去之后看了他们的资讯之后，收集真的是有问题的时候再来询问我们这样子。对，那如果在这个中间有任何你觉得有一个步骤，好像比如说网页坏找不到，你再来跟我们建议，我觉得这样是蛮好的，就是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但是就是请先做好功课。对，因为就是你在未来出国去交换的时候，在当地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而且是可能没有办法当下及时解决的。在这个你们申请出国交换的过程当中，都是训练你们一个独立作业跟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们在台湾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或者是练习查询的话，那可能去国外我们就会有点担心。对，那其实过去曾经真的也是有学长姐是因为他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发现当地的住宿非常的难找，那我们其实已经动用了所有的人力，我也动用了自己私人的人力，就是在某个国家的朋友，他说他愿意去暂时接待那位同学。对，但是他最后还是原本已经获提名，但是后来还就是不去交换了。那其实这个对我们学校还有对姐妹校来说，互相信任度也是一个伤害，所以就是都会鉴于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们都会一直提醒同学就是这个部分。对，好，再来就是这边的话同学都可以上去看哦。大家就是基本上齁，因为同学因为问的问题，我们会把一些同学经常问的问题放在一个 Q&A 的部分。同学有问题，你觉得有一个问题我想先知道那个答案，我们就来这里常见问题。
如果你在这里没有看到任何答案，你再来问。不过最近国际处的网页常常有一种什么的状态，嗨，这边，就比如说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呢？或者是申请的时间，然后或者是申请资格，我可以申请很多所吗？之类的，这些 QA 里面我们都有，好吗？请先到 QA 看一下，然后如果真的 QA 里面没有，你也找不到答案，再请你，就是我们都很乐意回答你其他的问题。对，但是像那种同学，你如果你一寄信来，但是我们脑海中马上就是可以截取一个画面告诉你的时候，就你可能就是要去想一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少做了什么作业这样子。好，这边都是有一些申请方式来跟大家讲这样子。费用的问题这边有写，那除非是你去美国，目前是美国，或者是去加拿大和芬兰读那个 ESL 的部分，你会需要付对方的费用。其他的话，除了一些住宿费用，基本上学杂费是互免的。对，你只要小小记大了学杂费，去那边的话就是是不需要缴的。对，好，这边都是一些聚会的部分，同学可以先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先来这边看。然后呢，我刚刚说的截止日的话是这边的话，是因为每年。因为疫情才刚解封，所以很多姐妹校他们有些规定政策，可能他们没有反应这么快，就还没有不一定真的有放上来。对，这就是截止日。对，春季班，那明年秋季班的同学，有一些已经放上去了，你就可以开始做准备。如果你要秋季班出去的话，那如果上面还没有公告，就表示就是。他们还没有出来，可能就已经消失了，就是都没有回复我们这样子。像这种，像比如说写2022的2月1号，那可能就可以参考明年有可能是类似的时间。你想要申请，比如说日本中央大学的话，你就可能预备在这个时间之前先准备好，把资料送到国际处，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那如果这边没有写册立的年份的话，就表示他们每年都是固定在这个时间截止收件。那你就要在那个之前去准备好你的资料去申请这样子。对，那这个目前的话是学校有的姐妹校他们有要收暨大的那个交换生的资讯。那其实我们如果随时随地收到姐妹校的更新，我们就是会联动这个 Excel 表，然后放在网页上，大概是这样子。好。应该到这边，然后我们其他有问题的话呢，我们等一下 Q&A 的话，同学可以提出来。